基础路况上山千里前的专题，也被记者在土山山脚下发现有一只龟独自在客家中，不过总归是用来转起的。一片的居民还过年从台湾五十年前的农业生活，不过本地前过三年的庄头也同样有客家人晒出去的问题，更加能存到八过三年呢。脚下路况也全属土山国王必有的行业，用来睇起外老的环境下，还是唔艰苦、唔忙本，过年千度时的农村生活。阿叔啊，今日唔上班哦，上班人啊。内村牧师是牛地的牛温玉，忙吉通路。夫妻种牛的阿公看到一日头，太马上改同后裔的同人上家门。来往来啊？台湾。台湾啊？台湾。哎呀，安南来啊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叫王亚公吗？三亚，那个哈？国王对。三三国王。我叫王亚公吗？嘿嘿嘿嘿嘿。哦，大家该去捞得好。在土山山脚下的古沙村，一大班的人家家户户出拜王爷，单单就是对河婆晒过来的客家人民。老师的内传部有五十年的历史，不得两块人。有冇喺乡下街做呀？内传，内传啦，你唔是看过？咩人？阿婆一块人做啊？系，我咪内传，系一块人做啊？有冇个自家的开单啊？开一条自家做，自家打砖啊？嗯，廿五条日廿都做啊，苦啊！这个七十岁人啊，从一度的成败懂简单，一度的腐败没懂熟结，因为看起来还有点会冷笑，又还有后继压力到，今年的成败做得过，度的七家种种都难说。他每次拼凑小小做法，一条出来出出门做事，一条落山出庄稼的食饭。人一种起就种种番菜、种皮菜、种香菜、种芜、种番薯，就咁个呗，冇乜个。养猪啦，就养猪种田啦，种果子啦，大部分都卖河婆去了。河婆大概村庄啊，你个东莞蛮些都。五多几多钱？钢田赚的马田多，钢田赚五多钱。哎，自家种自家食。就系因为落唔到来说，停电太了，农业嘅发展，当到乡上人离开故乡去都市打拼，本地前高沙嘅总头存到北高沙，一片一有忙嘅多年晒造嘅问题。人哋要千个人咯，晒咗好冇晒，又见从冇乜人啦。有到有钱晒，跟住出去做；冇钱晒就打理有问题。土山下的客家族，一下村到空落落的老屋的同路面家，一条口气又气下的几米，在暗艰辛的环境下，还是不惊吃苦，不忘本，懂读书的古代乡野生活，基础的三山国王的福音下，古代无老人上阵，同安人。